以人数稍微比正常的少一点。这里有一个。有人过来。我这里 ，take， 你万一把它弄好，我这里也有。我这台是埃普拉。我被打了，他死了 ，KV 金。看一下哪里，我绕一下。我靠！我被卡住。等一下，我被石头卡住。他刚转过，被女，我的女大哥。我这里出去了，被打了。哎操！我靠！我屁啦，眼力那么好。还没打穿呢。打你设计导弹。最好那样可以打。妈，你一发就打死我，怎么做到？中线隔一座墙落点，应该并没有那么好瞄。那他也是挺晒的，一发就打中我落点。Panzer, halt! Radfahrer, anhalten! Fahrer, anhalten! Und hier. Freispiegelgeschoss geladen! Getroffen! Freispiegel geladen!我脸上，他在这个，他在这个洞里面。我操！高速电的那个，哎呀，白痴哦！我死了！哎呦！屁啦！我他妈打车的侧面十个驾驶员三小啊！团长，哎，妈逼，这都中风哎、欸！他冲出来，他车体侧面对着我，他妈打一发进去，十个驾驶员。干巴拉，安泰。怎样啦、啊？穿进去是怎样 ？IPDS 神针不是你真的？他应该动起来了，然后后面队友有没有帮？操！
击败了，又掉两次 KD 草。三台车在外面 ，OK。BKB 跟 CB 九零一二零，又该被那边的打死。而且高速电视不是会被点五零还是什么？早餐看到有飞机，飞机要去找你，就去测试常态。欸，很扯，我真的打在他车体侧面，为什么会只死一个驾驶员？我真的不理解。